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大制度论，我们根据后官院长的讲义第一册，那么我们讲到第57页，也就是在解释佛陀的名号。佛陀名号是不是非常多啊？所以佛陀又称为婆伽婆，那又称为什么如来，如来也就是多陀阿伽陀，称为如来。所以这个如其实就是一种实相，如实相，对不对？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颠倒相。其实我们所体会到的世界是一个颠倒相，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是唯心所造作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现象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凡夫是不是都只是见到颠倒相啊？也因为见到颠倒相会落入二边啊，所以就高低起伏不已嘛。而如所谓的如，它必然是中道不二，对不对？这个如，它属于实法。那佛陀是透过很多权巧变通的方式，让我们达于实法，对不对？所以就像《妙法莲华经》。用莲花来譬喻实跟权嘛，对不对？开权显实，对不对？为实而固权。我们现在这个方式其实是权巧方便法，文字语言是一种方便权巧，其实是为了实法而有权法为实而固权，开权是不是才能显实啊？但是达于实达于如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放下权呢？觉诸细论呢？真的验证到了涅槃的境界的本身，是无法言说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得要用语言文字，是不是才有机会到能够理解，然后如法来修行嘛？是不是才到得了？所以如它本身就是实法。也就是涅槃的境界，就是真理的现象。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是一种我们凡夫个别起的颠倒相，这样能不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颠倒相啊？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颠扑不破的现象，不是啊，那个只不过是我们肉眼所感受到的而已啊。所以必须要去打造慧眼，所以也唯有慧眼是不是才能够看到如实相啊？所以到成佛的时候叫如来如去嘛，他非常的自在无碍，完全没有任何一丝的杂染。好，所以第57页的第3个部分又叫做阿罗诃，也就是应供。那应供跟阿罗汉是不是也很接近啊？所以佛陀当时候在僧团里头，那么其实也当时候弟子里头也很多证得阿罗汉者，称佛陀也叫大阿罗汉啊，大的阿罗汉是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没菩萨道不是主流，佛陀是不是还是以解脱为主来教化众生？是因为佛陀必须要怎样，要应机说法，要观机斗教嘛，佛弟子来请法大部分是请个人的解脱问题比较少的根基说可以先放下自我，然后想到大众的问题，这个要很特殊的根基是不是才可能啊？
哦，所以佛陀呢所带领的僧团还是以声闻为主啊，解脱同归了哈。所以呢，这个阿罗汉、阿罗诃啊，这个非常的接近了哈。那他这个又叫做又称为应供，应供哈。所以他是第一个呢，就是有杀贼的特质哈，杀贼，也就阿罗呢是贼，诃呢是杀，哦，所以呢，是名什么杀贼。哦，那杀什么贼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是不是都有贼啊？也就是我们的烦恼，在贼取我们的功德哎。好，我们好不容易修一点功德，是不是就被烦恼给破坏掉啊？哎，所以要多修一点，破坏少一点。嗯，好，好，所以佛陀以忍啊为铠，为他的盔甲，以精进为钢甲啊。都是盔甲之类的了哈，然后持戒为大马，哦，骑在那个持戒的大马上头，禅定为良弓，哦，智慧为好剑，哦，那破外破魔王军，内灭烦恼贼啊，哦，我们内的烦恼贼是不是很严重的？哎，所以我们越是下面烦恼越多的，越往下堕。越能够上去是因为烦恼变少了，善业多了，是不是才有能力上去啊？哦，好，所以呢佛陀 也如同如此的来怎样杀贼，哦，而且是以烦恼贼为主啊。好，那当然就得 要有忍辱精进持戒禅定智慧，对不对，哦，这些呢都像工具一样哦，来完成。所以外破魔王军，内灭烦恼贼，是名阿罗诃，也就是杀贼。好，那阿罗诃又名为什么不生，哦，不生佛心种子的后世田中不生无名，哦，康托故啊，也等于说佛陀其实也透过这个不生，啊，所以先正性离生之后呢，到了七地圆满叫做无生，无生然后到究竟的不生，把杂染的种子是不是都清掉了，完全的不生啊，啊，所以呢后世田中不生啊，因为无名的那个壳已经怎样脱掉了，没有任何的无名，没有任何的杂染，啊，所以他不生，啊，究竟的不生啊。好，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应供，哦，所以复次阿罗诃名应受供养，有资格受到供养，其实要圣者，哦，才有资格受供养，乃至于，哦，这个出家人其实要受三坛大戒之后成为福田僧才能够接受供养，哦，也才能够接受供养，哦，好，所以呢佛陀，啊，也是这个应受供养者，啊，因为佛陀诸劫始除尽，啊，得一切智慧故，啊，也因为诸劫除尽才能够得一切智慧啊。我们因为有劫始，劫始就是我们的烦恼，也因为有烦恼是不是就会障碍我们的智慧啊？啊，能够得一切智慧故，所以能够受到一切天地众生的供养，啊，所以呢以是故佛名阿罗诃，哦，阿罗诃是应供，所以佛陀 是 可以去到处应供，不过一般因为要请到佛陀去应供是不是要大事情啊，哎，不能无事，哦，佛陀不会无事去应供啊，哎，那这个也就是因缘法，因缘法是不是要 相对出来的，哦，其实也是相对出来的。好，那佛陀又名什么呢，正遍知，对不对，正遍知，哦，也就是三藐三佛陀，正遍知也就是等正觉嘛，哦，等正觉，所以这个三就是正啊，哦，三藐三菩三佛陀，正遍等正觉，哦，的意思，哦，所以也就是所谓的正遍知，哦，所以设问云何正遍知，那龙树菩萨呢就自答，哦，那么有三个部分，哦，一个呢知四谛，第58页对不对，
啊，能够如实的知四谛，啊，知苦如苦相，知集如集相，知集如灭如灭相，知道如道相。这是不是四圣谛啊？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哦，那这里的这个知苦，哦，苦这个下头，哦，第一注脚第128有没有说要知道色相？好，哦，就是先从下面的这个色相、色生灭到色如，哦，因为这个比较深一点了，哦，那何谓色相？哦，因为上面是不是有苦集灭道的相啊？哦，有苦集灭道的相，还有苦集灭道的如，有没有？哦，好，所以我们来看何谓云何知色相啊，哦？所谓的色相呢，就是要知道色毕竟空，也就是说，所谓的色相是不是只是宛然有啊？我们看到的任何，哦，物质的现象，都只能说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哎，这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前面佛陀是如法相解，如法相说，有没有？虽然好像只是看，只是讲这个现象，其实是不是要讲到里头去啊？毕竟空是不是讲到内部生系的因缘嘛？对不对？哦，所以不是只有看表象，哦，所以表象呢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哦，因为内分分亦虚无实啊，哦，就是在讲那个它都是因缘所成的嘛，哦，那也会因缘怎样灭，就譬如水墨无坚固啊，那个色相色的样子是不是也像水墨，哦，好像那个吹那个肥皂水的泡泡一样，吹出来很快就怎样消失掉了，它是 不坚固的，哦，是为之什么色相，所以其实我们看色相要如是的来看待，那如果能够如是这样看待的时候，我们的执着会不会降低一些啊？是因为我们理解性空嘛，毕竟空，这个毕竟空是不是就是从性空来啊，哦，那个缘起是看到色相，看到色相的成住坏空嘛，是不是，哦，好，所以它是不坚固的，哦，所以我们要如是的来知色相。那要如何看色的生灭呢？因为生，哦，色的生时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是不来不去。所谓的色的生灭，哦，这个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一个蜡烛上面点上了火，哦，那点火是不是也要种因缘和合啊？要有蜡烛，要有火柴，还要有人去点，然后还正好没风，等到风一大，忽然间一吹，是不是就熄掉了？然后呢，就会有人问说，啊，这个火，我们一般会想说火是怎么来的，那它消失 是去哪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有来去啊？啊，实际上呢，一无所来，一无所去，欸，它不是从哪里来，是因缘和合而来，是不是因缘离散而消失而去啊，哦，其实没有来去相，啊，其实就是生灭相，是不是就是一种生灭相而不是来去，所以一无所，哦，一无所来一无所去啊，去无所至，有没有，哦，若不来不去是为之色的生灭相，所以色的生灭相其实是缘生缘灭的相，啊，而不是有来有去的相，不对，所以呢它也是不来不去的相，啊，也是不来不去的生灭相。那云何知色如呢，这个如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这个 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所以所谓的如它是不是不二的，如是不二的，而我们凡夫是生活在有二的世界当中，这样理解吧，哦，我们凡夫是有二的，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嘛，是不是就在这边 有二当中起伏躁动不安啊，烦恼痛苦不已，然后生死轮回，
对不对？哦，所以就是反过来想，凡夫是什么？是有二的，而圣者是正得如，以上是不是才称为圣者？所以如它本身是不二的，所以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对不对？哦，乃至于不减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哦，这些是不是都是不二的？其实都是不二，所以是名之什么色如，哦，所以如呢，它是如实不虚的，哦，所谓的如，哦，所以我们在看上面的，哦，因为这个是在解释，解释的更详细的了，哦，当然下面还有了，哦，云何之，云何之苦如，有没有？云何之苦如，那么就是要知道苦地，苦圣地即是什么如，因为我们在讲四圣地嘛，是不是？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跟什么道圣地，哦，其实这些圣地都是如，都是如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苦？无常故苦，我们是看表象感受到无常，有生有灭嘛，是不是无常相啊？其实有生有灭是我们凡夫的颠倒相啊。圣者看苦，他还是不生不灭，其实还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他证得如嘛，哦，是不是已经达于如啊？圣者，哦，所谓圣者就是他能够去验证了如，如实，哦，所以如呢，不仅苦如，极是不是也如？啊，道灭也如，道也如的这个如，啊的这个如，也就是它是啊不生不灭，是不二的，是不二的。圣者看到苦地，跟我们凡夫看的苦地是不一样的，是因为高度不同嘛。因为我们很低，所以看到的是有生有灭，有垢有净。那圣者看到的是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那这个是不是高度不一样？我们因为太低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表象上起伏嘛。但是圣者同样看那个苦地啊，他能够验证到如的境界，这样理解吗？他是不生不灭，苦集灭道对圣者来讲其实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而我们在苦集灭道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觉得有二的，有二哦，啊，所以这个叫做要知苦如、集如、灭如跟什么道如。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有生有灭，但是我们要去想象圣者，我们是不是才有机会超凡入圣啊？如果我们 不理解圣者，其实我们就没有机会上去，哦，所以就变成我们要去揣摩想象圣者如何的知苦如啊，哦，苦如是一种不生不灭的现象。在苦相上呢，哦，在苦相上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宛然有而毕竟空，因为它还是空性的，它是空性所成的相，其实它还是空性所成的相，哦，当然这个比较难啊，但是佛陀是不是还是根据这个才能成佛啊？哦，所以是名三藐三佛陀，正遍知，正遍。所以我们说从菩提到三菩提，是不是就是觉到什么正觉，然后三藐三菩提，正遍等正觉，然后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哈，我们最熟悉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哦，好，所以要知四谛的知四谛，是让我们凡夫有机会提升到什么圣者的境界，去看苦集灭道，这样能知道吗，哦，好，那第二个，那佛陀也是因为这样子，是不是先证得如之后才能够去扩大到尽虚空界而成佛嘛，哈？那第二个呢，要知一切诸法实不坏相，哦，就是复次要知道一切诸法实相是不坏相的，
实相是什么？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相啊。而我们为什么会有坏相啊？因为我们都是看表象上的沉住坏空啊，生住意灭嘛。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是原生的相，原生的相到什么圆灭的相，我们看到的是现象上的起伏躁动不安，但是圣者是能够看到里面去，看到里面的如啊性空啊，毕竟空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在毕竟空里头它是不坏相，是如实的啊，是如实相，是不坏相啊，所以要心行触灭，言语道断，有没有？我们去证得如的当下是心行灭，心行触灭，言语道断。言语道断，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同时也是心行触灭，哦，就是不是起伏躁动不安的心境的起伏的那个起伏了，也就是那种平等。因为涅槃本身是不是极静的？为什么极静？是因为平等才极静。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空性，是不是就是平等性啊？哎，是透过平等性。哦，所以诸法如涅槃相的不动的这个不动，是因为涅槃相的平等叫做不动。因为我们不平等才躁动不安嘛，我们是不是一直愤愤不平啊？看表象都觉得是不公平的。哦，那成佛就是从凡夫能够先超凡入圣，再经过超凡入圣的那个值去扩充到尽虚空界成佛，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去知道那个如是不是也很重要，如就是涅槃，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如实相。哦，好，那第三个呢，十方诸世界名号等一切诸法悉知啊，也是透过这个，透过涅槃的相啊，可以尽虚空界的哦，所以复次一切十方诸世界名号、六道所设众生名号，哦，因为佛陀其实他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也唯有透过如才可能周遍。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如，是不是都在自己的范围里头啊？因为我们有所执着嘛，哦，因为有执，是不是就会有局限？没有执就尽虚空界。哦，那当然从唯识里头可以很明确的去分析，哦，是从第六意识去先去除了我们的分别我执法执，到第七意识的具身我执，到第八意识的什么具身法执的清净，哦，那才可能尽虚空界。唯有真理的现象可以尽虚空界。所以佛陀对众生的，哦，也是尽虚空界里头有六道的众生，那佛陀是不是都想去照顾啊？哦，所以众生先世因缘，还有未来世生处，哦，对，那么一切十方众生的心相，所讲的这一切，说实在都在现象上，其实都由因缘法所成。所谓的因缘，是不是可以尽虚空界啊？现象反而没办法进虚空界，因为所有现象都有因缘的和因缘的离散。纵然山河大地很大，它是不是还是有限有量？唯有像虚空一般的虚空，它是不是就没有界限了，啊？所以那个如啊，也像虚空一般啊，也像虚空一般。哦，那这个如也是从因缘法来的。因为唯有因缘它是可以清净无染的， 它是平等性的，哦，它是平等性的。所以呢也透过如而让我们的很多的诸结识能够去除嘛，哦，那让我们的那个善根能够出来，哦，那么能够出离，哦，能够出离我们的烦恼。如是等一切法诸法悉知啊，是名三藐三佛陀。
可以知一切诸法。为什么？因为缘起性空，尤其透过性空，是不是周遍一切啊？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说，哎，学性空是最有经济效益的。哦，这个也是数世劫学过来到现在，是不是还是性空？无尽的未来世是不是还是性空啊？其实都是性空的。这个世界是性空的，其他世界是不是还是性空啊？哦，真理的现象本来就不受到时间，不受到空间的束缚，所以成佛它就是尽十方遍法界的，哦，超越的时间空间，周遍在所有时间空间里头，哎，所以又叫做三藐三佛陀，哦，好，那这是前面的，哦，叫做正遍知啊，正遍知，哦，那第五十八页第五个呢，就是明行足，明行足，哦，明行足呢，就是这里毗奢且遮罗那三波那，这个等于是从那个梵文过来的了，哦，明行足，明行足，所以先解释何为明，何为明啊？那么就是三明，宿命，宿命明，天眼明，跟漏尽明。宿命明是完全理解数世劫以来的事情，天眼呢是看到可以透视现在，漏尽明呢可以透视未来，所以叫三明，等于是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哦。哦，好，那因论、生论，哦，神通跟三明跟明有什么差别？我们说有三明六通，对不对？哦，所以这个神通明是有什么差异呢？哦，啊，龙树菩萨就自答说：直知过去宿命是名为通。但是如果知道过去的因缘行业是为明，你看都一样，都是通过去哦，通过去宿世的事相，这个事是不是相啊？它只是通而已哦，它只是通。但是如果能够知道过去的因缘行业，那是不是就是宿世劫以来所造的因缘福报或者业障的问题啊？造的业力啊，那这业力是不是从因缘来的？要理解因缘才叫做明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有智慧，而智慧的最核心是不是就是因缘？其实就是因缘啊。哦，这个六通六十，这个六通五通啊。五种神通是共外道的，哦，只有漏尽通是佛教特有的，哎，又叫漏尽明，又叫六尽明啊，哈，所以通跟明是不一样的，哦，那明是因为怎样都在因缘上哦，我们可以好仔细的看哈，一个是直知过去宿命是，那叫做通，但是知道过去因缘行业是为明。好，那直知现在的生此生彼是名为通。好，这里的生此生彼比较以现在来看，那生此生彼是不是也只是看在现象，那只是通。但是我们如果知行因缘忌讳不失，是为什么明？知道这个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哦，比方我们知道生死的流转是透过因缘流转，对不对，哦，然后才合出今生来嘛。那今生合出来之后也是因缘合之后，是不是也因缘离散，今生也会死亡吗？哦，那死亡之后那个因缘是不是又继续流转，哦，所以要知行因缘，啊，而且是忌讳不失，哦，这个忌讳呢就是机遇时机啊，等于时节有它的时节因缘的，是不是都
不离时节因缘啊，所有的这些啊，就说我们的生死是不是也不失于啊，不离时节因缘的意思。我们这辈子也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嘛，而死亡，对不对？但是不只是我们个人，其实还配合了时节因缘呢，是不是也配合了时节因缘哈？比方我们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些病是以前不容易医的，现在容易医了，但是现在也不是所有病都能医啊，是不是要等以后，比方像癌症之类的，还是有很多是很难医的。但是过去比方肺炎 肺什么之类的，肺痨啊，现在已经不难了，他是不是还是要配合时节因缘啊，还包括了时节，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因缘福报，还包括时节的共业了，不止自己的别业，我们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别业是不是也活在 大众的共业当中啊？哦，其实也是在共业里头，叫做时节因缘，忌讳不失啊。哦，这是现在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只要讲到因缘才叫做明，如果只是讲在现象就叫做通。哦，好，直尽结始，不知更生不生啊。哦，直接只知道说我尽了结始之后就能够怎样，哎，就能够更生而不生，那就是所谓的那个阿罗汉啊。阿罗汉四果是不是已经尽了结始啊？他不受后有了吗？他再生呢，已经不再生了，是因为他第七意识是不是已经被扶住了？之后他不会再投胎转世，哦，他就停在那里了。所以声闻法比较重相哦，菩萨法才重的嘛，重因缘，重性空啊，哦，所以呢，他。可以知道哈，不知更生不生，是明什么通？就是说他的这个未来是能够生还是不生？其实圣者他自己是知道的，哦。但是因为这个二圣来讲的话，他范围小，他的范围小，因为我们讲嘛，声闻法它是众相，就会有局限性。但是透过佛啊。行菩萨道而成佛，是因为透过因缘，是不是才能够漏尽通啊？啊，也才能够漏尽明嘛。成佛是一种明哦。好，啊，所以若知漏尽呢，啊，更不复生。啊，那么是明什么明？啊，是为明。尤其像漏尽，要能够无漏，是不是还是要透过智慧啊？这是佛教所特有的了。哦，所以通与明这样能不能分呢，啊，哦，知道现象只是通，所以会有哎，共外道是有五神通嘛，哦，有宿命通，哦，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对不对？哦，还有个什么他心通，他心通，对。但是漏尽通呢，就只有佛教漏尽通，哦。那三明呢，就是把漏尽通转为明，对不对？再加上这个宿命明，哦，生死明，懂知道生死天眼啊。第二个是天眼，天眼明是看现在的因缘，当下的因缘。哦，这个 过去的因缘呢是宿命明，现在的因缘是，哦，天眼明，未来的，哦，是这个漏尽明，漏尽明。哦，好，那第五十八页又因论生论，哦，大阿罗汉的三明跟佛陀的三明之差别。哦，所以你看龙树菩萨是不是非常的细啊，细的不得了，哦哦，那这三明呢，在阿罗汉跟辟支佛，哦，其实都有三明，都有三明，哦，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与佛有什么差异啊？哦，那么就回答说，虽彼得三明，明不满足，佛悉满足，是为义啊。三明的值是一样啊，是不是量不同啊？量上的不同。哦，所以它是不满足的，是不足的意思啊，量少嘛，一个是量少，一个是量多到尽虚空界。哦，那云何不满，云何满，这是不是就是量上的差别？哦，所以诸阿罗汉辟支佛宿命智来讲的话，自哦，能够知道自身跟他身亦不能骗啊，他所知的人来讲是有限的，而且知道的时间也有限。哦，在人上他只知道自己或者他人少数的人啊，哦，他是不能周遍的。那有的阿罗汉知道一世或二世三世，哦，十世百世千世，哦，十劫百劫千劫乃至万劫乃至到八万劫，已经到极限了，已经到极限了。哦，那过世以往呢不能复知啊，超过这个就没办法知道了，所以它是不是有限有量啊？是故不满啊。那天眼明未来世亦如是，他看过去也只能看到八万劫，看未来世是不是也只能看到八万劫啊？哦，前面好像也讲过这个例子的样子，哦，所以所知道是不是有限有量的，哦，但是佛陀呢，佛一念中生住灭时啊，哦，因为其实生住灭我们仔细讲叫生住意灭，哦，那也可以叫生住灭，哦，佛陀的一念从生住灭，那诸劫时分，生时如是，住时如是，灭时也如是，哦，那以苦法忍苦法智中所断的结识呢，悉绝了如，哦，知如是结识的解脱，所以呢会让所有的有为法得到解脱，乃至还能够无为法的解脱，乃至到道比忍，哦，就是道类智啊，道类智见到的十五心中啊，哦，那诸声闻辟支佛所不能觉知时少即故，哦，所以这个等于说是也是会有所谓的十六心，有没有？所以我们有这个讲义，对不对？十六心，哎，所以这个十六心，哦，前面四十页也讲到，也讲过，哦，现在第五十九页是不是也还是有这个十六心的问题？哦，所以有苦法忍、苦法智，有没有？嗯，然后是苦类智忍，哦，苦法智忍到苦类苦法忍苦法智了哈，然后苦类智忍到什么苦类智，在苦地来讲的话，有欲界的，欲界是前面两个，哦，那这个色界无色界是后面的两个，哦，叫做类智忍类智，啊，嗯，那总共是不是十六心呢，啊？总共十六心，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哦，这个本文里面就说乃至道比忍，有没有？就是道类忍的意思，道类智忍呢，啊，是在第十五心，在第十五心哦。第十五心，一直到第十六心才终于，哦，能够这个获得无为的解脱，等于证得无为了。我们下面其实都是有为法，如本身是无为法，哦，所以如也就是真理的现象，真理的现象是不能去造作的，叫做无为法。而我们所生活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有为法，哦，所以要从有为法到无为法，证得无为法呢的十六，前面有十五心到第十六心，到第十六心了哈，哦。所以呢如是
知过去众生因缘到漏尽，未来现在是亦如是，是故名佛的名行具足。因为佛陀呢也是透过这样子而尽虚空界，要到尽虚空界。为什么二圣来讲的话他有限有量，是因为他只是证到四果而已啊，那个量还很少，量很少，因为他只有解决他自己嘛。而佛陀的是不是透过了菩萨道还尽虚空界，所以佛陀完全不限不受限的，在三明同样是三明的值一样，却是什么量不同主要就是因为量不同，所以从这个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个量的不同啊？到尽虚空界，其实到四果的阿罗汉的量还是很少的，还是非常少，不过已经足以让他怎样自我解脱好，那这是第这是三明因为明行足里面先讲明，对不对？然后再来讲行跟足所以第二个呢叫做行。那所谓的行呢，就是身口业的具足，身口业的具足所谓的行，因为有明之后去行，所行的就是身口意身口业的什么具足，没有任何的闪失没有任何的过失完全的这个具足圆满。所以呢这里说明行行呢明什么身口业而且这个身口业要能够完全的具足它的圆满清净圆满。所以唯佛身口业是具足的，那其他的呢都还有所过失了。佛陀是不是完全没过失了？我们也是透过唯识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知道，先解决第六意识，再解决第七意识，再解决第八意识嘛，而尽虚空界，所以它的那个量是不一样的它是可以非常的怎样周遍一切的所以这个叫做明行足，明行足那第六个呢就是善事，然后后面是不是就有世间解啊？因为我们平常这个可以很快的念这些名号嘛，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对不对好，所以呢善事有没有叫做修伽陀，复名修伽陀的修就是好，伽陀就是去去呢就是事嘛所以这个叫做好去，或者叫好说，好去好说好，所以我们看什么叫做好去呢，就是在种种的诸身三摩及无量诸大智慧中去如同偈里面说，佛陀一切智为大车啊，那八正道呢行入什么涅槃，所以这个叫做好去，好去也就是这种来去非常的自如的了。因为佛陀来去是不是非常自如啊，其实不来不去是一种如啊是，所以他是佛陀是在种种诸身的三摩及那种定境当中，无量的大智慧里头，也等于是在定境当中的，所以在如上是非常的自由无碍的自在而无碍。所以佛陀的一切智就像大车一样那是透过八正道而行入什么涅槃。所以佛陀那个一切智又叫做涅槃，到佛陀成佛的时候叫做什么一切智智，有没有所以呢佛陀是这个来去自如的，叫做好去而且好说，好说是如诸法实相说
是不着法爱说，我们一般还会着好好爱说的时候是不好说的，呵呵、哦、是不容易解释的很周延的了、哦、那观佛弟子智慧力呢，世人正使一切方便神通智力化之、啊、所以佛陀他能够观所有一切弟子的智慧力，而且能够完全的、哦、能够去配合，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是不是都是应机说法观机斗教，因为因缘法本来都是怎样相对出来的嘛、哦、而不是佛陀想说什么弟子非得要听那个不可，对不对？那往往都是佛弟子去请法，然后佛陀针对佛弟子所请的法来说，所以呢佛陀所说的也是如实诸法实相说、哦、所以呢亦无如之何啊，等于是非常自在无碍了、哦、总说就是可以非常的自在无碍，所以世人可度呢是急是迟啊，世人应是处度，世人应是布施或持戒或说涅槃、哦、就是说针对佛陀是可以完全针对这个人的根基是快是慢，是立根还是顿根呢、哦、他的 是要快还是要慢，还是需要透过布施的方式来教导他，还是要劝他要持戒，或者、专门为他来说涅槃法，乃至、啊、要为他来说什么五众，就是什么五蕴嘛，对不对、哦、十二因缘为缘觉，是不是说十二因缘因缘法，为声闻而说什么四圣谛等诸法能够怎样入道、哦、如是等种种之弟子智力而为说法，是为什么好说，完全可以应机说法观机斗教，是不是都可以解决到解决掉佛、哦、弟子们的痛苦跟烦恼、哦、所以也才能够了脱生死嘛。哦、所以这个善事是什么？好去好说，好去好说、哦、在身业上自在无碍，在口业上是不是能够好说啊、哦、好，那第六十页也就是世间解，世间解、哦、叫做路加倍、哦、那 这里都有详细的，对不对？哦、也就是所谓的世间解，或者叫做知世间、啊、知世间、哦、所以云何知世间？那回答呢说要知有二种世间，第一个叫做众生的世间跟非众生的世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于说哎，何谓世间呢、啊、有正报跟依报嘛，是不是也是不是可以分成这样子，正报就是众生，依报是不是就是非众生啊，气界嘛、哦、知二种世间，还有能够如实知世间，世间因世间、哦、知世间灭知、哦、出世间道，有没有？这是在讲什么？四圣谛。也要能够如实相的来知世间苦，这里的世间讲的是世间的相嘛，相是不是苦的、啊、为什么相苦啊？因为无常嘛、哦、世间的因是不是在讲极啊？世间因、哦、能够出世间呢是透过灭来的，能够出世间是不是要透过修道的因啊、哦、所以这个是在讲，所以要如实相来知道世间的苦集，乃至出世间的灭道，对不对、哦、好。那第二个呢，复次之世间、哦、非世俗之亦非外道之、哦、有所谓的世俗跟什么外道所知道的世间，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讲还可以非如 世俗之，也可以非如什么，也可以非外道之哦、那也可以知道透过佛法是不是知道世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这是佛法的。所以佛法知的这个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其实也就是非如世俗知啊，是不是也亦非外道知啊，这是佛法知。
对不对？以佛法来知世间，这是第二种。哦，所以要如何知世间，是不是有三种啊？第三个呢，要知世间的相，它是非有常非无常，非有边非无边，非去非不去，也就是不落二边。哦，这个是不是也很类似那个十四无忌啊？十四无忌是因为外道来请法，那外道有点找茬的哈状态，基础又不足，所以佛陀就干脆不答了。其实也是在讲说这个到底有常无常，有边无边，有没有去还是不去？但是在教导佛弟子是可以教导的，哦，是可以教导。所以如是相亦不着。哦，然后它能够是清净的，常不坏相如虚空啊。哦，就是透过不着，是不是才能够清净啊？哦，那么有所谓的常不坏相，就如同虚空，是常不坏相。那真理的现象也如虚空一般呢。哦，因为真理是不是尽虚空界的啊？它没有时间的差别，也没有空间的限制啊。哦，所以透过佛法，透过佛陀的知世间啊，会知得更深切，对不对？不是一般的知而已，不是一般的知世间嘛。我们一般的知世间只是一种世俗知，乃至是外道知嘛，对不对？但是佛陀的知世间是透过因缘法，是不是就是透过因缘法哈？从凡夫的到圣者的境界，到如实的境界。好，那我们这堂课讲到这里哈，阿弥陀佛。